中国大陆的广东东莞有一场台湾名品博览会，将近400家台湾企业参加，包括了大爱感恩科技公司。而另外在厦门国际博士展，慈济的环保理念也受到许多人的肯定。说到台湾特色，您会想到什么？2014年台湾名品博览会在广东东莞盛大揭幕，近400家台湾企业，超过20000种商品进驻展区，而慈济基金会也是受邀对象。那我们就是想把我们的善与美推广出去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到说，人性是善的一面。最主要就是把这个环保的商品给推广出去，这样我觉得那个东莞这边民众还蛮能够接受的。除了罗列一整排大爱感恩科技产品，志工也就地取材，利用展区垃圾直接向民众面对面教学。我们告诉他怎么做回收，大家也乐意接受，人家也希望说来到这里的所学的，他们知道大概回到家庭哦，可以去推广。而厦门国际佛事展虽然逐渐进入尾声，但有越来越多民众认同延续物命环保生活理念。就是这种环保理念呐、就是说也应该从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开始感化。当然，也许我做不到很多很多，我觉得从我们自身这样点点滴滴开始做吧。人人把握契机，从当下做起，不仅净化大地，也净化人心。台新闻之站职工综合报道。